赵长生这个同志啊，那可是干事业的坯子。在我们这儿，把鱼塘搞得是有声有色的。每年除了供应全连吃鱼，还给部队搞了不少创收呢。哎，上级啊，还到我们这儿开过现场会呢。是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他。他现在啊，退伍回乡了。我刚从他那儿回来。你看后边有他地址。 他现在在村里打算操建一个鱼塘，我看你啊，先到他那儿去一趟，去那儿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如果你觉得这小伙子还可以，那我这个当哥哥的就没白费心思。哥呀，你都快赶上给人介绍对象了，有这个意思，聪明。 老乐啊，换桌子。哎，妈呀！你说我老乐叔他家这事儿啊，整的可真够磕碜的。你说我还没觉着我当天结婚，当天就离婚呢。哎呀，你老乐叔也上老火了，百年不遇的事让他们家遇上了。你老乐叔这两天脸都不是色的，都许两家人呢，都是跟他俩上火。谁不说是你？ 现在这事儿啥事儿都有。来了来了，陈燕来了。哎，老姐，你快过来，吃饭玩意儿？不吃了，犊子来的老姐，我就坐刚才的那车来的。哎，谁呀？谁呢？孩子呢？孩子我没带来，我们家老在奶看着呢。姐，你那孩子会走没有？没有，刚会给地下咋吧咋吧的。胖不胖？胖，身上的肉一嘟了一嘟了的。 可胖的了，这你喂的好，好啥呀？我8个月就给他挤奶了，挤完奶以后我要吃啥我就喂他啥，孩子吃啥都行。哎，婶儿，那孩子好养活呀，我那大外孙啊随我了，喝凉水都上膘。春燕来搁这一顿吃点得了，我吃完了，你们吃吧，哎呀，少吃点，你们吃吧。哎呀，我真不吃，哎呀，姐你吃吧。 都吃完了，少吃点吧，我没外头。来来来，我真不吃了。哎，这孩子，老丫你出去上炕。哎，春燕啊，你来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有事就说吧，春燕。对，有事你就说。 反正我老姐她也不是外人，姐啊，你说出来，你可别笑我。笑我啥呀，这是。婶儿，我想和铁成俩黄。啥？妈呀，我们这前年轻人可真是的，这订婚这是终身大事儿，那咋那么草率说黄就黄？再说这玩意儿不像上商店买衣裳。 他不合适了，你拿去再换。你这定亲定亲，他定下来的事儿就不能再反悔了。再说春燕，你当时不想好了，那你跟人定的是哪门子亲呢？当时那是他爹托人撺掇的，我本来我就不同意嘛。后来，我那是看我哥结婚着忙用钱，我就答应了。其实铁成那孩子吧，该咋是咋的，别看长得一般，那人多老实。 人家他爹在临江村还开个卖店，要讲过日子，人家家也得数一数二的。有钱当啥呀，婶儿？就他那爹，人情来往是一毛不拔，房八开门，灶坑打井，那过那死抠门的日子。完了吧，铁成还当不了他爹的家，整天窝窝囊囊熊样吧。我看我就烦他，早想跟他黄了。他爹吧，过日子是有点抠门，那你嫁的是铁成。 是不是？这个家早晚不得你当吗？我不稀罕，我宁愿给那好汉拉马追道，也不给那烂汉子当祖宗。春燕啊，事儿跟你说，人家老铁家大财小礼都给你过了，钱你又给人花了，你光啥推给人家？我再找个对象还给他就不就得了吗？找是能找。 那眼下你上哪找那合适的去呀？婶儿，我
我今儿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。这事儿啊，你就能给我做主了？我能给你做主？不行不行，不行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任财十座庙，不破一家婚，我能干那缺德事儿吗？婶儿，这事儿你怕是再好帮忙有瘾，那这事我是啥不能帮你忙？真的。婶儿，求你了。妈呀，这孩子这么排气，你就相中谁了？ 你还看不出来呀？哟，你是不是看人老赵小乐子黄了？你有啥活思想了？妈呀，那可不行啊，春燕，真的，我不能给你帮这忙。再说人老赵小乐也不能这么干呢。你要是有这种想法，你赶紧死了这份心。婶儿，这事儿我不能帮你这忙，春燕，你咋求我不能干？ 我求你了，那能行吗？这事不行，再说人铁成对你那样事儿的，谁到你了？这事我不能说，你该咋整咋整吧，我不管。怎么这样呢？老几啊，我走了。春燕，春燕。 不知道，这孩子，其实春燕早就对小乐有那个意思。我们结婚之前都跟我说过。我知道，要是不差他给我结婚缺钱呢，他绝对不能跟铁成俩。你看看，这是多好的条件啊！哎，在俺们部队，你别说是这，就连稻田里都养鱼。 你看，春放秋捕，当年见效，那能行吗？你说咱有这么好的水面，咱干啥不给它开发利用起来？啊？除了我说那鱼香养鱼之外，咱干啥？咱水底下给它种上鸡头米，那都是中药，价格挺贵。每年国家全都大量收购。哎，看人家飞起来了，就是。 哎，你要肯定得多好，咱就干。对呀，行，咱就干呗，咱就干呗。对，干是得干，但刚咱这几个人还不行。哎，咋不行？哎，你放心吧，大伙儿保证都跟着你干，没问题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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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叔来了。老鸭来了。坐那儿，叔。你女婿咋没来呢？他在家忙收拾地呢。你这大秋收的，你不帮你女婿收拾地，你老往娘家跑，人能愿意吗？那有啥不乐意的？我来接我妈，给我看两天孩子。接你妈？你说这事儿，咱爷俩还碰车了，我这也有事儿，准备要麻烦你妈呢。这样吧，你把孩子抱来，让你妈搁这给你看孩子。完了，这下子咱们都成全了。你有啥事儿啊？你说他妈这孩子，就说不干一千万事业，说啥就不结婚了。事儿啊，证明那孩子有骨气。他是有骨气了，咱俩不是耽误不起了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这老鸭也不是外人。孩子都知道咱俩这事儿。老鸭和他姐对咱们也都挺好的，都挺理解咱俩的。我寻思，既然小乐他要干成一番事业，
咱也就别等他，是吧？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就把这事办了。啥是不是他办了的话，他就什么呢？你像比方说老家家有事儿，咱们可以名正言顺就去呀、啊。对孩子对咱们都有利。你说正赶上秋收了，咱俩帮着去，我帮着收粮食，你帮着哄孩子，别人一问这老头谁呀、啊，老鸭可以这么回答，我娘家爹来了，咋的？你现在就不行啊，现在我搁那一干活，别人问老鸭这老头哪来的，老鸭咋说呀、啊、能说是他妈男朋友吗？说这都是老鸭这衣服找不找着？着急，这不是着急的事儿。说这些话全是实话。再说那孩子事儿还没整完呢，你老着啥急？这帮老丫呢都在这呢，你也帮我想想办法。这一天他妈都闹死心了。哎，你妈今天不能走啊。叔，有时间来吧。这事儿你可不能听他的。再说这是啥事儿啊？他儿子亲人刚黄，他倒先张罗结婚，都让人大伙笑话死。再说。这事要传到我们屯子去，让我们家老爷老太知道，我在家都抬不起头了。你别说了，你妈也不能那么做。妈呀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俩走。赶他？我寻思我过两天再上你那去。你说。就扔下他自个儿在家一个人儿，一寻思你说也怪可怜的，你就是心太软。妈呀，看老六叔搁外面喊啥呢？外面也没有牛啊。妈呀，是不是石洞呢往上吊你？不能啥呀，你听他喊啥声了，你快出去看看吧。你出去看看找你啥事儿。真难掉。啥事儿啊？干啥呀？这喊你你就出来嘛，就急完了，这大牛哄的。你急啥呀？急不着急，我先跟你说说咱俩咋整啊。啥呀？着急着急。告诉你刚才跟我说那个，小乐要是娶不上媳妇儿，你咋着急我也不能跟你结婚。那你实在要着急的话，你就找别人跟你结婚。我不能让大伙指着我脊梁骨过日子。我不能让儿女在人前抬不起头。我这不跟你商量来了吗？你还激动啥呀？那咋？你看你有主意，你帮我想想啊！我现在这多闹心呢。那还用想啥？那不搁那明摆着呢吗？那就尽早的把小乐婚事给他弄完了，完咱俩这才能有希望。你寡说弄完了，你没合适的，你上哪找去？你托人呗。你嘴说是呢，你托谁呀？还得托铁公鸡去。那你保个没了啥的了，那小子谁不行？铁公鸡，我都得罪过他呀。前两天都把他得罪了，你说这能行吗？还托人家？能干吗？我去试试呗。
你去行，他指定给你面子。说点正事，老整的死出。那我没说别的，他指定给你面子，这是。小心眼就跟那小蚊子似的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去看看。他如果要是不帮这个忙，咱再想别的招呗。反正是那什么，如果他要真不给你面子的话，我就把春燕追那个小乐的事给他捅出来，我看他还帮咱不帮咱。那就得求他了，咱俩谁也不认识。这样咱们就两套方案，你先去，不行回来我就去，行不行？那行啊，那我先去看看。回去吧，孩子。是的，嗯，这个扣系上。没事。嗯，你回去。别着急。啥呀？在本届大运会会歌《马玉卡》之下悠扬动听的乐曲声中，运动员步入场内。内比奥洛从帕尔马市市长约法盖达手中接过会旗，然后把会旗庄严地交到了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的手中。世界各国。